嗯哼，OK。他不会一直在扣我。扣啥？存钱那个银行卡里的钱吗？我开了。天哪，还有存钱的银行卡，被我知道了是吗？晚上好。哼哼，我是不是很像一个圣诞树？啊，喵，真的是在花这张卡里的钱。那你赶紧转不转去，转去，转回去。花没去吃饭，鲁欣怡在点饭，我等着他点饭。嗯。Hello， 晚上好呀，你来啦。我好棒，我今天 NC 没有怎么发挥，我感觉，嗯，哇，咋的啦？扣的是你那个，我存了1000，他现在只剩30块。为啥呀？一直都是扣的那个方那个吗？我要哭了。不会一直都，不会一直扣的是那张卡的钱吗？怎么会这样？我要哭了。今天赶上了，居然还有存钱的银行卡，我感觉我都没有。谢谢海神的圣诞树。我想说的是，我今天我前几天找了一个拍生日 PV 的朋友，然后他是杭州的，然后他跟我说他有可能拍不了了。然后今天呢，我就看了抖音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就找了那个朋友说给我推荐另外一个人，然后给我推荐了那个人，他也是杭州的，那我也可以过去找他嘛。但是结果他说他1月8号要结婚，结婚的前后都没有时间拍。我说那如果你能够抽到一天的空的话，请告诉我。但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点，就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点。对，然后就这两个人都没办法了。然后我又找到了小包拍生日 PV 的那个朋友，然后呢，那个人他也就是19号之前没空，那19号之后可能有空，但是我就是，那看他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说实在找不到了再找他的意思。嗯，我也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拍得很好，其实我觉得他已经拍得很不错了。对，然后还有就是然后就是今天又找了其他人嘛，然后好贵。然后我就很焦虑，我现在不知道咋办。PV 的话，你们有没有想法？就是想要看一下什么类型的？啊，为什么去了嘉兴路？找熟悉的好一点，找熟悉的，最熟悉的那个人他在杭州，然后跟我说他没有办法。贵有贵的好处，可我没有钱呀。我当然知道贵只有贵一个坏处。我上次已经拍了一个短很短的，可能不到2分钟的，花了我2500。对，然后下面想拍一个有3分多钟的吧，可能要更贵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有不知道你们想看什么类型的咯。谢谢啊，放周旋机图的圣诞树，谢谢你今天也来了。哦，今天还挺多人来的哦。2500是最便宜的了。然后我找的这个好像我看了一眼，就是之前问了一下一个成员，好像拍了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要把钱。晚上好。对，大家晚上好。谢谢孤独一时先的荧光棒，自己的没时间喊，你替别人喊，然后自己的没时间。8000是一个很普通的那种。明天就舞蹈棚，然后就打了个光那种，就8000。Okay. 你替小山喊了，让他自己来现场喊，什么时候能来现场喊？平安安。哎、哦，这是啥？什么东西？哎，怎么弹出来一个？怎么弹出来？哦，对了，就是我想问一下，谢谢，就是你们比较有兴趣的三个平安果，就是你们大家平安有比较喜欢的类型的，就是想看的东 PV 之类的吗？就是你们可以给我一个想法，虽然我不一定会这么做，但是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之类的。是什么东西？谢谢小和尚的西瓜锤，这是什么？就让我头疼啊！这是圣诞节的礼物吗？好奇怪，为什么叫西瓜锤？怎么突然没人说话了？卡住了吗？圣诞节为什么我有西瓜锤？
应该是苹果锤吧。就是你们想纯看美颜还是啥？不知道。圣诞节他还出了什么礼物吗？这个帽子是之前就已经出过了吗？这个帽子是李慧的，对，我跟李慧借的。他不是战斗，我打你吗？西瓜锤又我给你两拳。23那种风格，那个拍要3万吧。我那个朋友他在北京，没法过来，我也没法过去，抽的要拍要3万吧。我今天听了他们那些拍 PV 的报价，我觉得等我学成归来，我可以在团里赚外快。好赚钱，3万不贵。邓总，你知道3万是一个什么价格吗？3万是一个9999。拉上好像没，说实话，我今天在台上感觉没什么感觉，感觉有点适合。说实话吧，就是膏药嘛，也不是说我就是上那个 UNIT 前，我就是照镜子的时候看到，主要是那个 PV 我就一下子撕拉，怎么说呢？现在河内没有一首歌适合拍那种类型的 PV， 你觉得呢？就是刚刚回到中心，就是现在没有很适合的一首歌。他好像有点开始没有一首很适合的歌去拍这个 PV， 现在真的是就是因为河内的歌，我高要起脚了，就是本来我打算上台，你看过我的23的 PV 吗？那个拍的很好，给那个很高级，拍了一整天，但是现在，但是其实那个好看的原因是因为有那首歌撑着。钙片是 IU 的一首歌撑着，对，所以其实说歌曲也挺重要的。就刚刚回到中心之后发现走路好像他看过有点痛。晚上好，哪痛？脚还痛。但是今天表演的时候感觉没什么感觉，工作能让你忘记。好像是个女人，什么时候能看到我跳？我每天都是女人。有机会了，有机会的了。对，我们这套公园要跳好多年的了哈。而且现在就是要上 好多年，我的 unit 就是我的任务就是。但是说实话，我今天可能我们就是休息了两天，然后放松了下来，然后精彩不今天我跳前四首的时候，我觉得要死了，整个人就是紧张一没有肌肉紧绷的时候，没有就是一放松首演那两天的那个劲儿，因为可能是他不能卸下来，就休息了两天，然后那天然后今天就整个人就跳不动，整个人就跳不动。这是个耳夹，因为我还没有耳洞，我就没法戴耳钉。很累，可能我今天也没有很好的驾驭它，不知道要跳多久我才能好好的驾驭它。我说的很好的驾驭它的就是，所以我就不唱开麦唱歌唱好它，还能够跳好它，然后还有表情管理，能够等有表情管理上这三个就是出门驾在一起，就是能够很好的驾驭它。但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太好的驾驭它。我觉得我打耳洞可以录一个 vlog。但我的 unit 很好看，你们今天看我的 unit 了吗？现场听燃不燃呀？这种耳夹的，谢谢。我没有松鼠的圣诞树。不，等我有钱了，我要自己去买个耳返。我发现他们 top 都是有自己耳返的，我今天才知道。等我那要看我什么时候有空。我发现今天。打耳洞痛，我跟你说，我边跑步边唱歌，唱的可稳了。但是我又很想，我又觉得那种打耳骨上的耳洞很帅。我边跑步能够唱的很稳，真的假的？我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因为我以前就是这么练的，以前打完耳洞之后，他不是要就是好像一个什么钉子塞在里面，哦、然后每天要最好要根据我的耳型定制，对，高啊什么要高什么。我就觉得有点麻烦，等我发炎，对，好怕他发炎啊。我现在可以给你们现场跑步唱个歌。点外卖了，小罗点的今天。我点了那个什么，我点了那种宝，那个宝哪个宝？牛蛙宝。哦，你点的是我这个宝。我要吐了，我被自己给耳心吐了。我跑步给你们唱个歌。什么宝？怡宝。你干嘛？我要跑步给我的粉丝唱个歌，你不要管我。哇，长见识。不要看我。我来现场 reaction。 这里有个人在表演跑步唱歌，
谢谢木子一我要唱什么歌呢？你这是在跑步还是在复健？我还没唱，我还没唱。看我哭，那就是咱要不要打赌？我看我打耳洞会不会哭？以 vlog 为主。没，我真的。身旁醉欲罢，无关酒落。叫你们看我，你看我无关酒。你再见，你走吧，你走吧。我刚刚跑起来，他就看我。你可以这样，身旁醉欲罢。谢谢子野的夏天的麋鹿。算了，等下次没有人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唱。毕竟现场有个小后辈，他盯着我，我有点不好意思。嗯、别不好意思呀。不要。谢谢子野夏天荧光棒，谢谢。今天直播就很正常，真假？我哪天直播不正常？我以前都是在跑步机上练的，对，都是在跑步机上练的。昨天电台感觉不是我本人，这说明什么？这是一个偶像的多面性。要是这样的话，小卢也别闲着，为啥呀？小卢干嘛呢？干嘛要我跟他一起跑步啊？昨天是哭，不，昨天是以哭为主，以笑为辅，哭笑交织，学废了跑步机唱歌，哭笑不得，就是你们要加油哦！我在跑步机上唱歌，你们也在跑步机上唱歌。对呀、啊，我觉得我唱儿歌的时候声音还是哦，你们在跑步机上打扣，以后的话打扣就会非常稳，你知道吗？会非常稳。白龙马，天儿朝西。拖着唐三藏和那仨，谢谢北洋三十的圣诞树，我也是少圣诞卡，谢谢。吼吼，圣诞节，你看我像不像一个圣诞礼物？真的，以前那种小时候上音乐课的时候，我都唱的超级响。礼拜天穿的好，唱跳几个小时还这么有精力？我告诉你，我那天穿感觉你命又没了。我们巨帅。说实话，刚开始放就是跳完前四首的时候，确实有点觉得命要没了。然后一个 NC 缓过来之后就好了。对，好哦、我今天忘记贴双眼皮贴了。嗯，夸我，谢谢。再说一遍，谢谢。那你女装吧，不错，这个提议不错。到时候你要是不是女装，我都不对，我是专门为了那个圣诞节的握手会买的这套衣服，到时候是握手会穿的。可是因为今天我没有衣服穿了， 我就又穿它，就提前穿了。对，白龙马，白龙马。所以我握手会的时候也会穿这套衣服。驮着唐三藏和那仨徒弟，唐三藏。握手会就穿这个。对呀、啊，还有人要给我表演。来，你来不了了，当知识点的来，让他替你看两眼。就是不得不说，吃啥外卖呀？是一个深藏。你朋友在战区逛，但其实我觉得你们在战区也挺辛苦的，因为一直要站着，而且就是还有那个人很多。然后我发现今天的人好多，今天的战区都爆满了耶。破碎嘛，就是说。所以我就是觉得，嗯。你们会很那个，就贴的太紧会很热，学会了 crump, 不能去合影，亏爆了。breaking, 穿这套衣服合影，你们会喜欢吗？体验一下，就你、我真的学这首歌的时候，我真感觉像出去上了一节街舞课。对，这么红，因为我 red, 我想要我自己 red。跨年在呀、啊，我跨年有 unit。我会带我的衣服的，我会带我的衣服的，可以期待一下。带我的大雕。谢谢付出的圣诞树。你现在来我的直播间都不认真看我，你都是来一下就走了。只有你，所以我说，到时候来问我的时候，给我表演。我现在怀疑你都已经把我从这置顶撤掉，快要把我从置顶撤掉了。没有暖宝宝，没有暖宝宝，就是信守承诺的人，从我做起。我去场馆之前要去拍照，我要去拍照，拍完照就去再去握手。大声的唱出来！你看你这个 ID 后面就还括号松鼠呢。身旁醉与罚，无关真或假，所有规则都在顷刻轰炸。就是你的推卸这个理由都就是跟你的对不上，你知道吗？趁着上洗手间来看一眼的哦。嗨，谢谢 ，Bye，
岁，你五岁吗？你藏好了信仰，我将过往都埋在记忆上，找回晶雨滴，放不掉回忆吗？是诚实的吧？迷你 live 明年六月，我已经定好了，但我忘记是六月几号了。人生还长，已经给我定好了六月。如江上下而求索。这两天好像是六月十八，不知道是不是。说实话，反正是六月。虽然我很想圣诞节出去玩，但我还不知道。但明天我想去。平安夜不是晚上吗？因为今天现在不是刚过吗？你是平安夜废物岁，不好吧？为什么要这样说自己？等你们来看我。废物，为什么要说自己？希望今年我的 mini life 能够爆满。上帝没去过。怎么了？谢谢小圣圣的圣诞卡，谢谢。我可以去过圣诞节。哦，我本来是不能去过圣诞节的。在座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有人没有去过上海迪士尼吗？然后还好，我有。想必一定有吧。然后还好。有跟我一样的可怜人。你没去过吗？我没去过。我去过好多次了。我去过香港的。我也去过香港的。看不起谁？你又不，你去香港的又不是跟我去，对吧？去过好多次，你得跟我去才有意义。互相伤害。上海的我可以，对，圣诞节可以去玩。但是圣诞节会，我啥时候带小朋友去一下呀？看小朋友啥时候想去呗。对，我倒是随时都可以。哦，我也没有随时都可以，因为我好像要忙圣诞的事情。年前没机会去上海，那我就在年前去给你看。没有，当我没说这句话，我也不知道什么。海洋公园，但是我去海洋公园时候太小了。我现在看到有一个高中生艾特我，沈小爱妈妈爱你。我都不知道现在这些自称我妈妈的人到底是多大？我都见过零，我感觉我上学的时候，我都见过05年的喊我女儿玩的时间多呢。上学的时候就是周末就会出去。我看过05年的喊，就是还会有时候我们一个寝室会出去一起看。哦，我们会一起去市区玩，西湖划船。说实话，我跟我室友真的去过。对，就是当时好多年轻的妈妈，就是那个太子湾那边好像开郁金香，我们本来是想去看郁金香，96年的，结果后来就是太多人了，我们就脖子好痛，改到你们不知道懂不懂，就是那个脖子，就是我的脖子好像就是有每次都是按在脖子上，然后不敢动，就是按在这儿然后不敢动，就是那种一动不动的脖子。新闻传播传播学，对，上学的时候反正有更多时间。而且大学的时候晚上没有课，我就可以出去玩啊。我不知道，应该不是落枕吧？我觉得应该是，就是郁金香送给妈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落枕，就是整个脖子是那种现在不能转动，天天待在那个我现在每次去按摩都是跟他说主要按脖子，其他地方不用按。我的游玩，然后他每次都就说游玩地不行，就是新梦剧院。小姐姐，你的脖子不行了，你的脖子很严重。这话可不行说，我可不想言毕。你的脖子很严重。Stop！ 你的脖子不行了。咱们就是要早早毕业。可以去孤村公园散步。说实话，孤村公园好像确实不错的样子。我昨天感觉还挺大的。我昨天去孤村公园，三个人迷路，不知道从哪儿出门，然后走了两个小时都没有走出来。我大一呢，我真的是。谢谢阿宇的荧光棒。我期中考的考完了。好，有空去按摩按摩。你知道吗？我们这种文科期中考，这种考试，期中期末考真的很累人。他那种解答题。要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写满整张纸，会去多按摩的，对，写满整张纸。我就是手那个公园是真的挺大的，真的挺大的。结果我考了一个期中考之后，然后马上就来四八了，就是一个白白洗。前面就是有三个，就是我昨天是跟彭佳敏和林科三个人一起去逛的。到时候又要再写一遍。我用的枕头很贵，微博翻盘哪个类？700多块钱，我跟你说。当然是写题类了。然后，你知道吗？特别是有时候，他我们是三个人，明明都不知道该到底该怎么回答他。对，乳胶枕、太空记忆棉，对，
这就是学文科。Hello, 然后前面在推着三个婴儿车的也是三个女人。然后我就跟科科说，我仿佛看到了，就是这样，未来的自己。然后科科说，这可不行说呀，我可不一定会结婚呢。实在不会就夸老师，我就是我倒没有试过。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们就看向了彭佳慧。你就是不会写的话，你只能写一个姐。然后他们仨就是也，我们就因为我们仨都不认识路，然后他们就一直在前面走着，我们就决定跟着他们走了。然后他们走的比我们快多了。无从下手。就是三个阿姨推着三个婴儿车走的可快了。那解答题，然后我们仨都走不过他们。你填空题还可以蒙答，然后哥哥说他们急着回家炒菜。理科，你解题的时候就是不会写，你就背默几个公式上去得了。他们可能要急着回家给老公做菜，对。我们急着要去吃烤鱼。但是文科的话，你如果空着，就感觉你是对他的不尊重。我的眼睛好痒。我真的是，我以前答文科题的时候，我都写的满满当当，除非是我真的就是写不出东西了，就是那种脖子好痛，但是真的写不出，还好我的这个枕头还挺好的，就是我忘了是哪个牌子，之前也是在口袋问，然后有一个句句推荐，我去搜了一下，虽然很贵，700多，真的很贵，我成绩还，但是我为了我的脖子，我还是买了，对，为了我的脖子，我还是买了它，就是说。多翻牌练练，翻牌跟答题能一样吗？你想象了一下可可的婴儿车的样子。小卢，你要照顾好自己。邓禄普，就是为了你的脖子，你的那个多贵呀、啊？什么什么的。你的那个多贵呀、啊？就是，哎，问这些问题，我答题是什么呢？答题，辛亥革命有什么意义？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什么？新中国成立什么？那我这种脖子要去哪治啊？叫正什么辩证思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把我的脖子重新换个新的。把我的脖子重新换个新的。你看翻牌问问题、嗯、你有什么歌推荐吗？你有什么衣服推荐吗？品牌推荐吗？还有什么、嗯、让我想想。医院检查一下，他会告诉我你的脖子劳损了。需要好好休息。还有什么升格快乐、嗯、什么什么快乐？没到，你们点的啥呀？文科好吗？理科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多我们 S 队的人都在直播？你要是蒙对了，他分还挺高。有一些简单的动作可以缓解，就是去按摩的时候，按摩按完特别舒服，第二天又开始重新一样了，就是像一次性一样。一次性的焖面胡辣汤，胡辣汤是不是河南还是河北才有啊？翻牌太严哦，那是疙瘩汤，还好吧？你们严我严的呢，我就会严回去。哦，河南，你的老家？那你来上海不吃点上海本地的特产吗？你还严老家的？今天是新建的头发吗？不是，我的头发已经到这儿了，就是已经长这么长了，就是到这儿了。然后洗头的时候特别的麻烦，对。哎，话说你们还有什么女人头？新建的头发很贵，我还没有去接。我已经穷、嗯、穷。等明，对，等明下个月再去接。谢谢气球小。本来我最近想就是看这场公演想要短发上的，然后我想到了过两天不是你们要叫我合影吗？谢谢，我就怕我到时候你们可能不是特别想要我短发来合影，然后我就长发了，还是没有猜。嗯，谢谢一夜的平安果，谢谢。那个咖啡店吃东西，我就没有猜。做个男人，因为长发的造型会比较多一点，短发的造型可能不太好看，我就怕你们觉得嗯。上一次是大波浪，今天呢不知道是个什么发型。我不就扎了一次高马尾吗？放下来你还不习惯了。年前就不要想了。嗯，短发就是还要至少跳满20场呢。短发可能就才能换 unit 吧。我齐刘海，不看看你咋就不好看？那可不行。就短发稍微。嗯，没有那么女孩子高马尾就会，我现在头发长长一点了吧，高马尾不知道刮一点什么效果，
刮一些，因为毕竟我的下颌线嘛，你们看看我半脏辫，看我的下颌线和我的鼻子，啊、半脏辫，整个人就是还好吧，我比较帅。我重生计划后就是如果就是纯看纯看轮廓的话是比较帅的，一个这样变下来，长了一个帅哥的轮廓。我今天的表现做得很好，谢谢。可是我今天觉得我今天没有表现好，我今天觉得没有表现得很好，小吊饰，所以我其实还蛮难过的，因为今天我看到的就是蛮多就是平时没有去中去嘉兴路的人今天去了，然后但是我觉得今天的 MC 没有发挥很好。我深写，我没有收到呀，谁给我了吗？那就是其实我觉得 MC 这种东西看状态，就是看状态，看状态不够长，他的那种高马尾。但是我看了一下，我的生写拍的都还不错。之后就能见到短发的小爱吗？谢谢七友火锅的圣诞树。但说实话，年度的总结，段奕璇的已经总结完了。好好，对，我其实本来想说的就是经历了一个金曲，哇，谢小范范的圣诞树 ，Thank you， 就是经历了一个金曲，然后经历了一个总选，然后经历了一个重生 2.0， 然后再经历了一个新的幻境，然后后面要再经历一个金曲。我觉得、就是、其实朋友们就是真的很热情。2021年、哎，今天我看到那个公演的时候，陪我就是走了很久，那个、最后一首歌陪我走了，经历了很多东西。那个控台居然还本来想说一点煽情的话，但是我觉得首演也在煽情，然后今天又在煽情，我就没有煽情了。对，你现在找到一个暖和的地方待着了吗？而且我也还蛮想看你们就是一年经历了什么的，因为我肯定你们都知道我一年经历了什么，但我看不到你们一年经历了什么，我也想了解你们的生活，所以等会儿我下了直播就去超话看看你们一年经历了什么。嗯，谢谢啊啊！你的作文还没写，滴滴滴的，还没发，没关系，不用急着今天发。出那个波浪号，我都会，啊、我一经常在超话里的，我经常在超话里的，我都不会，没事，不用今天，不用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我都会看。对，一年胖了10斤，嗯，我一年瘦了好多斤，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我笑死了，多少来着？就是他是那种88斤还是86斤？现在是有82斤，然后瘦了4斤。然后那个观众镜头一半透明度的感觉，嗯，然后切在一起，越来越瘦了。你今年胖了17斤，我感觉我今天挺快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更快。PTSD, 什么？这是什么意思？等我出去的时候，大家这是什么网络缩写？快就是那个。今天深海的幸福，但是今天深海真的好尴尬，到我那个、哦、哎呦哎呦，就是那个上往前走那个对着镜头哎呦哎呦什么什么年度总结，跟着道光走进来，黑姐极快的圣诞树串，哇，那是唯一句就是可以一边做就是自己的动作，就是比较酷的、哦、就很比较美丽，看到我眼中的羡慕了吗？一个很有气势，我也想去旅游，可是然后结果我那个脚踩到了旁边那个黑沙，尴尬死我。小爱的愿望是希望生日公园能够顺利，嗯，只希望我的生日公园能够顺顺利利的准备好就好。嗯，胖了是金手的，好好修养，笑场了几次，要好好修养。没有吧，我就笑场了，开头我就做完一整套动作了，然后谢谢放周旋地图的圣诞树，转身回头一看，谢谢，看到慧慧和那个黄安如都被卷，都被那个黑沙卷走了。我就是一个憋不住笑。今天没有通知吗？就是你要多多看，今天我有公演，肯定是会直播的。幸好没滑倒，太尴尬了。嗯，我上一次今天有公演，我是绝对会直播的。又来，这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大家好像都很喜欢我做女人，这就是一种逼瓜做花的快感。我懂、嗯、大家。本来以为我很累，会休息一下，不累不累。这比起之前轻功也排练，这算什么？哦，6万次腿提示一次。哦，你说群里今天没有提示吗？那可能是机器人坏了吧。我讲到哪？哦，我上一次我忘了也是哪里。
哪里、嗯、哪一段的时候，我也脚踩了那个黑纱。偶尔看看，其实觉得卢心怡长得还挺帅的。什么叫做偶尔看看觉得我长得还挺，嗯哼，对啊，怎么跳出来个东西？它关键是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弹出来，它弹窗弹出来显示着领取圣诞礼物，点进去西瓜锤，谢谢放入群地图的西瓜锤，点进去就是跳到另一个界面了，就是一个活动规则，又不是送我，弹出来给我干什么，我每天都看，气死，对吧，你们偶尔看一次，我每天都看，你们也有吗？就有一种东西叫审美疲劳。可以领取，真的假的，谢谢鸡块的圣诞卡。那我就是去领取的话，点了领取会弹出来一个零，我都不领取，我没有点领取。会断吗？哼，就是不会就看到我在这里这样子，在这边滑动，就你们还能看到。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结果我没有看你，没有看你，然后你就这么看着我。你们天天看我会看腻吗？这样，就每天，你们肯定，我每天都会出现的。哦，谢谢知识点的圣诞卡，谢谢月牙的巧。Thank you。翻开这个圣诞卡，会出现一个美女，就是我。入场特效，是你进入这个直播间，还能有特效吗？是。Beautiful girl。无语。你开心了。谢谢小和尚的圣诞卡。这特效为何关不掉？关不掉。对你的热情在燃烧，关不掉。它是更新了吗？我怎么感觉卡里只有颜如玉？你补完之后会流鼻血的。嗯，什么玩意儿会流鼻血？我的那个关不掉啊！谢谢月牙，谢谢知识点的圣诞树，哼哼。谢谢月牙很野，嗯，谢谢月牙的糖果，谢谢蜗牛的圣诞卡。嗯，丢，咚咚咚咚。晚安，好晚安。我好想带个平安夜快，谢谢蜗牛，你们等等我想带个啊，谢谢小圣神的圣诞树，平平安安。Thank you， 祝大家都平平安安。Merry Merry Christmas。我好想戴个，好想戴个，戴个，戴个，戴个耳朵呀！好累呀、啊！明天要出去玩吗？不露腰。没事没事，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穿大貂了、那你快点躺好、跳死了，有圣诞的感觉了吧，确实从圣诞卡里出来的美女，这个新公演前四首跳喜庆，这叫很圣诞，什么叫很喜庆，无语无语无语，能够精力充沛，谢谢心儿的荧光棒，因为今天重生计划 Thank you，你知道吗，他们昨天就是甚至都没忘了排就是重生计划，然后原来我就是为了握手买的衣服，站位我之前为了握手买的衣服好久没有上重生计划，所以我没有站位。哦，我们重生计划临时决定上了，也没有就是就音乐一放就直接放了，我们这两天也没有排重生计划，就连今天彩排的十六人曲都没有彩排重生计划、上去，然后上去的时候突然就说我今天要跳重生计划，会跳但是我不会走位、我们才知道啊，今天要跳重生计划，我不知道我是可以去跳哪个、然后就临时跳了，对，但没想到其实记就是那种肢体记忆还是挺厉害的，我承认我放炮了一个地方。谢谢知识点的圣诞树，谢谢，我承认自己放了个地方的炮，一包，我刚好都用完了，都肌肉记忆了。其实很怕没有肌肉记忆，因为那个肌肉记忆怕那个啥，就是因为最近幻境变成肢体记忆，就怕重生计划忘了。因为你要记新的东西之后，就会把一些东西给忘掉。
因为不然你的内存是不够的。今天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今天本来想给我买个圣诞树。今天圣诞树、MC、我这个小破房间这个圣诞树啊它也不知道放哪儿。但我可以给你看看我的房间现在。我一开始听到这个 MC 的时候我在想这是谁偷的，好奇怪。你们看是不是很有圣诞的气息，就是说闻香识人还不够，他还有木鸟，没有窗户，对，真的很令人费解。要是我能够抽到卢心怡，我绝对能一把就摸出来。好可爱，对，他的肚子很可爱。他说了呢，就是这个肚子好可爱，摸呢还有一点点腹肌的感觉。23块，我上面的灯带。可爱。对。我肚子上也没有很多肉肉吧。对，某多多买的23.9块。哈，你羡慕吗？我可以摸马玉玲肚子，你摸不到。哼。这个衣服贵吗？我在闲鱼上买的。不是因为我要省钱在闲鱼上买的。他的腹肌呢，因为他一直在吸气。不是因为我要买便宜所以在闲鱼上买的，是因为那个淘宝他要半个月发货，然后我急着要的话只能去买，就是人家买完之后不合适的、哦这个、但这是新的，因为你看这个、哦、这个我今天才拆下来的标签、哦、对，这是新的。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企图？这是新的，今天才买的标签，没有，人家没有穿过。OK， 人家没有穿过，只是说买回去之后发现就是不合适。你看他自己冲上来的、嗯，是不是？而且我买的这家是在上海，他昨天才寄，今天就到了，不然我根本就穿不上。对，嗯、我是不会买人家穿过的。空气是 Coco，、嗯、但是他便宜了200块。Coco， 结果他居然还冲了上来。他人家便宜了200块钱，可能是真的就是很不适合吧。标签是可以后面补上去的，然后还有一个那种就是防盗扣，防盗扣不是后来可以补上去的，嗯，是那种白色的防盗扣，我今天刚剪掉。它在这儿有一个防盗扣，嗯，一般自己买它拿怎么可能就是防盗扣，就是穿了的时候防盗扣是这样挂在这儿的。但是你知道吗，我摸感觉摸那个肚子呢就是感觉因为这家还蛮贵的，对，这套下来要500多，没有肉你知道吗，就摸不到跟任何的肉，感觉肌肉也没摸到，因为它一直吸着气，头是好，就是肚子也没用力，就感让我感觉它肚子上一点肉。我花了300块钱买的，对，就是太瘦了，说实话像摸我的肚子呢就可以摸到肉，肉里面呢才是头饰好看，对吧？这是去年我站姐那个站姐给我送的，对，磕不动，难磕，我也觉得难磕，但是挡不住他冲向了我。对，他还偷偷摸我呢，站旁边的时候他还偷偷摸我肚子。好，那牛肉汤20碗，他摸了摸，你就我跟你说，我花300块钱买一套衣服，我穿出去惊艳死你。可是呢，你喝20碗牛肉汤，胖死你，胖死你，胖死你，笑死。嗯，我惊艳死你，你胖死。所以就是我们的区别。女孩子叫战姐，男孩子叫战哥吗？谁让他一直在这儿跟我说300块钱可以买多少多少多少碗牛肉汤了？哼，可不懂。女孩叫战姐，男生叫战哥吗？我不知道，我没有战哥。兄弟什么？哒哒哒。没有战哥，嗯。兄弟抱一下。惊艳死你！我这不是为了跟你们合照才拍的吗？才买的吗？我这是为了就是你们过来合照的时候我漂亮一些，不然我平时都只有运动裤运动装，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每天都是运动装。羡慕。嗯。你也要入团，不必不必。你们在笑什么？大可不必。我总感觉1月份来看我 OK。就今天他们就是在就是
哪个是是不是是不是应该吃？卢西怡欺负我吗？他怎么敢欺负我？我拳头虽然不硬，可我辈分大呀。那你喊我妈妈喊姐姐，那我喊你什么？我喊你妈妈姐姐的原因，只是因为你妈妈很年轻，所以我才喊她姐姐，这跟辈分没有关系哈。你以为喊我姐姐得了，叫小爱姐姐，你以前不就叫我爱姐吗？我喊你妈妈是因为我嘴甜，嗯，希望你也能嘴甜哈。我真的服了我妈妈，笑死！之前她不是给我寄那个西洋参吗？他让我泡起来喝，他说你给小爱也泡点，你们一起喝。然后圣诞节我让他给，就是那个准备握手会的那个东西，就是要分给大家的那种零食，他准备了一包圣诞，就是谢谢科伯勒的小饼干，他说这是给小爱的，翻出来美女。你知道吗，关键是那天他跟我讲说我到时候有一包圣诞的小饼干，就是送给小爱，就是，然后结果过了，就是结果他就是那天跟我说完之后，晚上的时候现在就跟我说他想吃那种圣诞小饼干，简直了，他们俩是不是就是、心有灵犀有一点TTL 我跟你妈 TTL 我妈妈跟沈小爱锁了，我同意了。同意，同意了，笑死，笑死，那爸爸怎么办？爸爸跟你相依为命，笑死。今年会有圣诞节礼物吗？哦，25号我去给你们买圣诞节礼物，但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买。我亲自去做小饼干，去做小饼干贵吗？200块钱，还行，可以。那能做几个啊？那到时候那如果那到时候我粉丝很多怎么办？叔叔知道吗？我替我爸同意了。无语。你笑起来好好看，宣布你是我的笑容，你是我的笑容粉，谢谢。有一天我素颜，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玩手机，你们没有礼物，你们有呀。然后卢心怡玩手机，玩手机抬头说：“我发现你长得很像萨摩耶。”当时我妈给你们准备了小零食呢。她觉得我有素颜的时候也很像萨摩耶。有鸭舌，还有枣夹核桃呢。哦，怎么办呢？我应该给你们买什么呀？饼干那么贵，而且只有那么一小点。我妈就是好像还准备了三个，就是那种有礼盒中的。我给你们买啥？到时候就是看哪三个幸运儿可以得到这三个。我知道了。特殊一点的。我去买圣诞袜子，一人给你们买一双。其他就是小零食。买馒头。不知道为什么他准备。我去给你们准备圣诞馒头。啊，不是圣诞袜子。一人送你们一双，怎么样？一人送一双袜子，那也挺贵的。你去买那种15块钱40双。你以为我会有很多粉丝来吗？没有，其实，嗯，我没有很多粉丝，来来去去就可能就10个以内吧。嗯，有没有感觉我这两？就这两次公演就是稍微脸没有这么圆。我不能让你们一人一只，你们错对了，奔向现实之后你们就不爱我了。嗯，想着我在直播睡不着怎么办？你明天有事吗？你们就会去过现实的美好生活，忘了我是谁。有事的话呢，沈小爱是谁就想着吧。你买了圣诞袜子送我，那我应该买啥呢？没事，25号那天我要跟卢心怡去逛街，到时候逛到了就送给你们。逛什么街？逛街，25号你不是要跟我去逛街吗？哦，我都不知道去哪玩。我也不知道。第一天那个发型。你们可以给卢心怡推荐一下，就是我们俩可以去哪里玩？为什么不是跟我推荐呢？因为没啥事，我不想，我不想找路，我交给卢心怡找路。嗯。首演第一天，
但是那个油头结实，对吗？我还是个帅气。但是如果之后我要就是要做女人的 unit 的话，我就不能做那种帅气大背头。机器人。而且控台的那个姐姐跟我讲说，我这个年纪就是我的脸长得很小。他已经想好了，就是你来帮他送礼物的，已经想好了，还没告诉你而已。感觉。然后我做那个背头，他说就像小朋友。好幸福，有人要送我礼物耶！那种大人的头。幸福的小爱。礼拜天可以和双马尾，那不行。小爱姐姐那天穿搭，我想哦，去迪士尼玩，我是有想过，可是没有，就是没有太多时间。现在有棒棒糖当然显小，那也挺好的，能显小。柠檬，今儿来不了是吗？没事，一月份等你来，总还是会有时间的。嗯，还是会有时间的。那不合了，很忙吗？那不行，人总是要长大的。嗯，因为后面有金曲，然后我不知道我的声档到底有没有定在15号，但是就是还是得赶紧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完，然后就不会太急。就是让那种去小学看望老师，现在还没时间，就这样出门房间里面好。这种事情行，还能发生在我身上吗？就反正我们就是逛个街吃个饭，然后这样子对。一件事一件事来，对，要穿厚一些，穿羽绒服吧。我不能穿这样出去，我穿这样出去，我怕别人都觉得我太好看了，盯着我。跳舞好看。谢谢干饭的平安果，你姐你公演，我不管他是哪一天，我一号开始准备，因为三十号，因为三十一号还有跨年，所以只能跨年后准备。现在这两天要开始忙跨年的东西，对。Hey bro， 嗯，Hey， 然后我就在忙金曲的路上， bro， 忙金曲的时候一边忙着准备我的生日。好奇怪，我的婴儿肥就是还有。其实我也有点担心，就是太仓促，嗯，仓促。我很仓促，所以我要看看时间吧，到时候。好奇怪哦，你们这些人。好好好，我会提前说的，肯定要提前说。呼呼，范范到了吗？没有，他没给我打电话。好吧。矿泉水，哇，你不觉得这个？哎，我粉丝名叫矿泉水，然后你们就像水军一样。我们的饭哪儿去了？他说还没给他打电话，也有可能就是直接送到都没打电话。我们经常是这样子的。一定是被我。就是对，结束后就年假了，年假完之后就的创造能力。其实我就希望把一些心头大事给搞定了之后，就能够安心过年。对，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过年。人家都是什么什么军什么什么，过年就说明又老了一岁。什么什么军什么什么，然后我不想回家，就是，我一回家就说明又要催我站队什么的，什么军，又要催我，又要催我，又要催我，好奇怪呀。今天回去都得给朋友的女儿包红包了呀。水军是要雇的，一定要回吗？可是如果不回在中心，如果一个人是不是很孤独？今天我竟然我出去抽出就是公演结束，我去年包666，今年我居然看到不能低于666吧？都是招被挂在嗯。那个 S 队的那个，我也只给我朋友的小孩子报。对，一开始就是我既开心又忧愁，然后我只给谁小孩看，我说你看我的公式照挂上去，他看了一眼说好丑啊，不看我。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说你的公式照丑吗？因为你真的太好看了，嗯，跟公式照都不是一个 level 的，嗯。我觉得那公式照都不像我。对，你真的这么好看，对吧？对。怎么拍成这样子呢？哎，穿我新衣入坑。有啊，我告诉你，我 catchphrase 可多粉丝真的。今天拿到我的声写，先看了我再看公式，我的声写是不是真的不如我的真人？我现在每次看到那个公式照，我都感觉我拍的最好看的一个公式照，我给你们看。我有一款拍的还不错的公式照，那应该是我拍的最好看的一个了。神，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幸好呢，就是相册，个人头像，叉叉的，嗯，这个，你们看过这个公式照吗？先看公式照再看，我就觉得我太漂亮，原来是这样，这就叫先抑、先欲扬先抑，先抑后扬，这个是最好看的公式照，懂了，朋友们，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先抑后扬，这个也还行，这个手法被公司狠狠的拿捏了，是吧？先抑后扬，这是我很久以前的新年头像，可能会换。那我给这次我可得，这是我很久以前的，你知道吗？之前就是剧场考核的时候就有，就是要还有短发的一次。然后就是那个图拍了之后要给就是陶总看，当时最后一次考核的时候，陶总就是他就是找我们谈话，每个人这是最新的，我觉得好慈祥啊。陶总跟我讲的话是，下次拍公式照的时候，你看着点，那个拍照的，他说这张图你看着点，拍照你自己盯着点。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拍到好看为止。哇，这个好帅。别人的寄语都是什么，就是加油，就是练练讲话，干嘛干嘛你。然后轮到我是拍公式照的时候看着点摄影师。什么叫看开了很多事？就是没有想到最后修出来是那个样子。因为他修我微博的第一个头像，你知道我微博的第一个头像不是我用，是那个表情包吗？我才能看到我自己的照片修成啥样。你们是说那个表情包吗？我给你们看，那不是我弄的，比所有人的第一个微博头像都是第一个公式照。修图 staff 我都不知道我的第一个头像修图 staff 是。因为他是，这是一个纪念，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跟别人不一样，这是 staff 给我换上的。这次生写的照片就是我没出道，没有拿到这个微博之前，就我没有拿到这个微博之前，而且拍立得就是，我就是 staff 给我安排了一个这样子的头像，给我重新拍。就是、BJ48 沈小爱，然后这个头像，所有人都是每个人的公式照，只有我一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年年年快乐、哦、平平安安。然后因为我很特别，所以我就没有删掉。这不是我弄的，这不是我弄的。我去面试的时候拍的那个拍立得也挺好看，但是我自己都没拍照留念。就我觉得这个 staff 附属的平安果，对我有意见。就是、我们当时去面试的时候要先拍一个猥琐数码的。然后再拍立得，你知道吗？就是猥琐，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给我这样子。我摇摇摇摇摇，然后大致看了一眼，我觉得还行，然后就直接给他了。就不是我换的，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没有删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我的起点。嗯 ，staff 给我换的。不知道我有是我的起点还有没有机会看的，因为我觉得那张拍的其实也不错。staff 眼里的我，那张还稍稍带点刘海呢。因为那时候就刘海，但我出道拍的那些照片都不好看，因为那会儿我们不能贴假睫毛，不能化浓妆，然后不能戴那个美瞳，然后因为我眼睛，我那天真的看起来很，反正就是不太会化妆那会儿，那天然后就很丑，妆都没怎么化，就打了个底，嗯，就很丑，涂了个口红没了，可能对我有点误解，但说实话，我以前没出道，我以前出道的时候是个甜妹，先吃棒棒糖，我看一眼我出道的样子，呀。还登录不了，戴个眼镜看起来就很乖，乖乖出道。他们说我当时看起来就像那种学习很好的。我以前真的很可爱。假象。而且当时我进去，然后王总就叫我把眼镜摘了。其实我那个眼镜其实是个装饰。我们没有那个。是个装饰而已。没有涂黑色的粉底液，因为我那会儿来的时候已经就是好像已经没有日本化妆师了，对，我那会儿进来的时候没有，看看
然后我就摘着给他看。其实我觉得我好，拜拜，晚安。其实我觉得我的变化也没有太大吧，就是脸瘦了很多。我来上海之后脸瘦了一大圈。可以电我的，应该可以电我到我的，绝对可以。然后整个人应该是气质比以前好一点了，就是。然后其实我粉丝应该也没有很多吧，来问我的，你们觉得呢？哦，但是今天上班图好好看呀！来握手，哎，你来电握的话，你就收不到我的小。今天上班图好好看呀！要上班哦，嗯哼。那你就是不是要就是偷偷摸鱼，然后来握我，电握我，给我打电话？嘿嘿，好看。但我以前还有点就是有点肉，就是脸是有点肉的，现在是完全没有。嗯，这块肉，我刚入团的时候96斤，然后后来就变成88斤，然后就变成86斤，然后我现在是82斤。论沈小爱从入团到现在瘦了多少斤，你知道吗？前就是我前谢谢 Hello 你好的圣诞帽，谢谢。我生日的时候还考试，我瘦了14斤那种考试。然后今年呢，今年好像没有在工作。嗯，哎不对，今年生日的时候我在排练剧场。对呀，26号有剧场握手哟。肉肉好看一些。电握会紧张吗？我现在很瘦。对对对。那我觉得谢谢老杨的平安果，就是我觉得真的吗、嗯、我以前考试我超级怕考试。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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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近还是有吃饭的。要不然每次考试考前的时候我都会就是肚子疼。我今天忘记带贴双眼皮贴了，然后眼睛就特别的单眼皮。虽然就是我以前的学校还经常考试，经常考试。哎真好呀，它有各种考试。就是我觉得你们真好，然后不知道该说就是要说点什么，但是我突然就觉得你们真好。就感觉放我的粉丝就是只要我开心就好这样子，然后没有对我有其他的要求、嗯、然后平时人低也都很懂事，就是电卧嘛、嗯、喜欢圣诞节。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就我感觉圣诞节的不说了，都在这里面，都在这里面。上班的时候就会想上学。不说，都在这里面。我现在，嗯，哎，我现在是我干了，你随意。我之后是边上班边上学。我给你们偷偷看一张照片，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喜欢。习惯吗？什么东西习惯吗？朦朦胧胧的看不见，应该没关系。新年了，可以穿我超可爱。娃娃没有过新年，我也可以穿我的新衣服。不可能看到的，这个是新年单的东西。我闺蜜喜欢慧慧，因为很模糊，所以我才给你们看的。你们看不见具体的东西，所以才给你们看的。让我想想，新年单的拍里的我拍的还不错。嗯，让我想想，对，没聚焦。嘿嘿。我拍的还不错，我有你们喜欢我、嗯、我只有你们了、嗯、对，我爸爸还说还夸就是想昨天竞价完了吗？有人买我的派立德吗？发言让我学我的派立德会有人要买吗？让我从前辈那边吸取人生。我跟你们说我拍的可好看了、嗯、有人看我的派立德好多小呀。有人买小爱的派立德吗？年轻就小呀。我弟喜欢对着空气打架。我弟他喜欢对着空气打架。我弟他好羡慕，居然有对象。你知道吗？我弟超级好笑，居然有对象。上次有一次他就是考试好像考好了，我的派立德竞价还挺高的。然后他就是我爸给我打、哦、我想问问。然后说为啥呀，就想让我弟也跟我聊聊天。这竞价是为啥会，然后价格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想让我弟也跟我聊聊天。但你知道吗，他就像那种变，就是这种小学男生到这个六年级的时候就是因为卷。他就是他想跟我聊天，但是他也不知道说什么。
他就跟我说，姐姐，我考了就是考多少多少分，说叫我给他发红包。好了，我播到一点半，我就下，还有七分钟。问我可以奖他多少钱奖金？我要播到一点半，然后你们就早点去休息，因为我怕你们就是什么，就是他就想跟，然后他还想就是让跟我聊聊天，但是他不知道聊些什么。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你们就是等会儿一点半就可以去休息，多聊几句嘛。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聊什么呀，就很没关系，但是毕竟就是聊得很开心嘛。今天已经播过一个小时了，我来看看现在有谁在直播，就不错了。哦，我是陪着你把外卖吃完，对吧？谢谢清风的玫瑰花。哦，我的外卖还没到。我来看看现在有谁的情况，就是那种小学男生现在很别扭的那种感觉。苗苗在直播，他们这个灯光什么回事？他们这个灯光 KTV， 笑死！先和我说晚安了。我地位这么低，秀嘛，我这是让秀嘛，又在人家，而且我都就在自己的房间，现在都很少回家。见到他的时间挺多。修嘛修嘛，我东西还好，我东西挺多的，但是大部分寄回家了，没用的东西。哦，原来是这样吗？就是我现在回家时间很少，那就辛苦了嘛。他回家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吗，他就是有点别扭那种，洋洋就是想跟你多待会儿多聊天。赵天阳，但是他又会别撸了，再撸发就变秃了。看这个绿色，很无所谓。哇，这个脸。但是说实话有一点，就是当时就是通过面试的时候嘛，但是还没有来这里的时候，就当时就是我爸妈妈还是有在纠结，就是到底要不要让我来。就当时还就是有一次口型那么大，他在聊我。有一次我就是结果我本来装修很迷茫那种表情，不想让我来，在寻找我一种。然后当时就是挂断电话之后，然后我弟他就。我妈妈后来跟我讲说，就我弟跟他讲，就说妈妈你让姐姐去吧，一定来刚好再说我。对呀，我六二三转头，你作为一个演员，你作为一个在台上的演员，你不能被我一二三二二三就影响到了，知道吗？嗯，你就不能被这种被我影响到，你要装。然后我就特地跟他说，我说这地方你不要数拍子，在心里数好不好？他说好。然后我跟我弟代沟还好吧，但是小时候可是我都是我带着他打那种游戏，什么我的世界 Fight， 还有什么 GTA 啊之类的 Fight， 都是我就是带着他去了解到这些东西 Fight。我听见甜甜说：“小安，你这个地方记得数拍子哦。”我说：“不行，端水不让我数。”甜甜说：“不行，你不数不行，这一片都等着你数拍子呢。”然后小安说：“不行，端水不让我数。”小安说：“甜甜说不行，我让你数。”然后我就说：“不行，你不能数。”然后我跟今天我刚开场，我平常玩游戏吗？现在不怎么玩。然后现在很少玩。我前面我一转过去，时间还有玩王者，现在又不怎么。我就更享受了。从小带弟弟打游戏，我就更想笑了，真的。就是说，我王者哪儿菜了？然后，今天那个，我今天没有数拍子，是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今天带了真麦，我今天带了真麦，我不能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带了真麦。我跟甜甜说，对不起，今天带了真麦。甜甜说好吧。到以后就是他长稍微长大点儿，有点审美之后。我的水军，他想让我改成我自己的名字，但是我看会就是觉得我们对每个人漂亮。甜甜 ，Oh beautiful girl， 把这里的姐姐照片给他看看。行吧，你好，那我之后 unit 就只带一边了。看他选谁，我要逼着他选我好吗？我跟你们说。我可以模仿那个抖音里面那个哦，小猫咪小猫咪，今天的小猫咪是什么味道的呢？小猫咪，他不学我，我就不给他压岁钱。像不像？像不像？像不像那个变态？500块呢，压岁钱。
我下直播就要去拍那个抖音，但我不知道我要拍啥，暂时还没想好。他要是选我，我就给他500块压岁钱。他选沈小爱呢，我就给他200块压岁钱。他选别人呢，就没有压岁钱。啥？选谁500？就是说，就是过年回家让他看我们队里的人的照片，让他选谁最漂亮。他选我呢，我就给他500块钱压岁钱。你还比我贵300，为啥呀？为啥呀？假意选我。要选我就给200是吧？500块钱压岁钱给你。合适吗？你比我还大呢，我给你压岁钱。我比你大，可我今年想要压岁钱，卢心怡。谢谢海神的圣诞树，谢谢海神的圣诞树。那他可是我亲弟弟，怎么能选别人呢？可是我是你亲姐。你看。他就不就怎么，他也就是我弟弟也变，就是你也变成我弟弟亲姐姐。嗯，亲爸亲妈没选我。我不管，我不管什么辈分，我要压岁钱。我没有就打他。哽住了。没有就打他。毕竟我是前辈嘛，对吧？前辈管后辈要压岁钱。对。看看我今年能有多少压岁钱。笑死，他的意思就是看他今年有压岁钱，看有的就给我。看到了没？听到没？记住啊。让他自己去选。因为要尊老什么？那我就不跟他提前讲，他让他自己选，我不逼他，让他自己选。我应该是没有压岁钱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压岁钱了，我要给别人压岁钱。那不一定，没准他就是觉得他姐姐最漂亮。我都没有压岁钱，因为我要现在，刚刚你跟朋友要安利一下，说我很漂亮，你跟他说真人更漂亮，你倒不用给别人压岁钱，别人。那倒挺好的，自己就是我这是，就是对你不给我也不给你这样子。哎，就是对我们仅存的一点就是姐弟之情的信任。哦，1:30了，那我下直播了。他如果没选我的话，就是这一丝丝的亲情都要掐断。谢谢甘甜猛一的，你不是叫脆弱母灵吗？说实话，我弟弟确实不是那种甜的人。谢谢你的圣诞卡，挺甜的他。么么哒。打赌？打什么赌？咋的？大都打赢了，你们给我压岁钱呢？晚安，拜拜。我要去拍抖音了，再见。哎，我看看这外卖到了没？等一下。肯定已经到了，只是没打电话而已。晚安。为什么会没打电话？